您好，我叫王恒，是南加州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 USC Norri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的肿瘤科医生。您的癌症诊疗至关重要，一刻也不能延误。当您来到 USC Norris 我们的医院或诊所时，请放心，您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。我们已经对我们的环境和流程进行了调整，尽可能确保您的就诊安全。当我们进入设施时，我们会核实自己和您的健康，每个人都会戴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，您也会得了一个口罩佩戴。您会注意到我们已经对输液区进行了调整，加大了椅子之间的距离，我们团队采取轮班制，并减少了允许的访客人数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确保安全的物理距离。一些科室延长了工作时间，以便增加病人预约之间的间隔。我们的房间和设备每天都会主动清洁多次，还在接待区安装了塑料护栏，已安排了手术的患者在来我院之前都会进行冠状病毒检测，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患者将在特别指定的治疗区和手术室进行治疗。无论您的癌症诊疗是在我们的医院或诊所进行，还是通过远程医疗，我们的团队都随时准备好为您服务，在您需要的时候得到您需要的治疗。谢谢您的支持。